各位贵宾好，我就是天空再怎么美，也没有我美的第一站王香禅，你们也可以叫我戴青。今天是几号啊？1920的10月几号？真是个好日子。哎，这里还有西药房啊！没错，这就由我张幼仪的丈夫林徽因的男友陆小曼的爱人来为大家送个介绍。这间屈臣氏大药房的老板李俊奇，可是我们第一个拿到台湾代理权的人，还是研发了咳嗽药水，大量发拿给病患的哦。这是你所说的咳嗽药水吗？没错，就是这玩意，黄骚气泡水，特别由西方引进而来，喝起来口感麻麻的，听说啊还可以治百病呢，对于新冠肺炎特别有效，大家快来尝尝看吧。老板，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神奇的东西吗？我想尝尝看。既然大家今天难得齐聚一堂，那我就请在座客人每人一杯好了。哎，谢谢红你今天也在啊。好久不见。郭思年先生您也在啊。好，来来来，大家别客气，每人喝一杯哦。口感喝起来麻麻的，非常有趣。来，马上点名，来吧。哇，你也来了，好。嗨，你好。有哪位美女可以喝到吗？没多久，他是机长，工作是吧？台中来的，坐高铁吗？还是搭三轮车呢？搭三轮车。哦，不错嘛。车夫，那待会由林献堂一起再去明义城吗？啊，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哎，这口感还真特别啊！我这身老毛病感觉都好了啊，现在都舒服多了。真夸张，大家该不会都是为了狂骚气泡饮之名而来吧？我今晚可是为了他特地从蒙甲赶过来呢。嗨，林献堂先生，好喝吗？好喝。喝完通体都舒畅了吧？舒畅了。好，我从蒙甲来的，你从哪边来的？那你有没有什么明年要告诉我啊？明年他会有一次明年成白，那时候人说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那有什么明年可以告诉我们呢？您说的真好，谢谢。谢谢林徽因，车夫啊，车夫在哪？这。初次来到大道城，不知道这里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啊？哎呀，我们这啊可热闹了，除了各个身怀绝技杂耍表演，这里啊还是台湾文化运动的摇篮，关心的不只是文艺，还是文化，甚至不只是文化，更是文明了。这里啊可是最能够代表台湾精神的所在。过来过来。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吧。大家跟着车夫走吧，快点啊！好的，好的。过马路要小心啊！后面的贵宾跟上，麻烦。那这个红色，哎，它是红色，OK。
You know they're out there, don't you?拍一个，那个扇子有点太不自然。
对对对对，好，再知道。来，预备，来，三、二、走。来，好，我们来敲。好 ，rolling。来，三、二、走。好，看，我们再一跳，保洁。
选择不停，爱情又变成没有武器，怎么就开始？
从新开始。大哥，您这本书是？这个啊，这个是我最近与胡适先生一同编写的书籍《黄骚》，里面记载着玉城街区关于民间艺术创作的故事。今天现场刚好也有贩售哦，欢迎大家一起捧场。哎，我都忘了今天最重要的事啊！什么事啊？今天可是1920黄骚运动大会的成立大会呢。蒋先生在哪？蒋渭水先生？蒋渭水先生呢？哎，快过来！你怎么还在这啊？你要赶快带我们前往新中女中啊！走吧。好，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一同往前走吧。好，我们的车走。走。我们一起跟蒋渭水先生一起往前走吧。赶快跟上蒋渭水先生啊！是新中女中吗？没有了，温水。温水也是红红温水。哎，我是温水妈妈。那我们去好不好？温水，温水，小温水。温水，温水，温水。你要这样，你想带？对对对，温水，你带我们去。林建堂先生，我们一起去好吗？好好好。好，看到了。你也来啦！你把它留下来。没有，再来一个破的呀！记得，好像没有破的话。你也来啦！是啊。你的金子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你等我，等等我。蒋先生，你过手也太慢了，因为刚才那个艺人，要留他的资料给我。艺人的演出很精彩，是吧？是啊，是啊，这 是唱歌专辑。对啊。是。哎，我是从蒙甲来的，你从哪啊？我从那个新庄。哎，新庄这么远啊？你该不会骑马车来的啦？对啊，这个，对对对。其实是有人在的，有人在的真好，你肯定是个有钱人家。是的，标准标准，小姐，从日本回来了。Hello， 大家好，陈静，我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然后可以到我的画廊看一看哦。那我们一起前面请吧。我先生，林明轩也是来参加1920黄骚运动大会。那我们可别迟到了，大家加紧脚步啊，跟我走啊。加紧脚步啊！小心天梯，这边霞海城隍的神像啊，他们都是同安人的信仰。那在当时候械斗之后呢，大道城居民就将这个神像供奉在大道城四周不见。但后来觉得这个神像供奉最高不见。这么的好，那就是设了一间庙宇，就是大家右手边的这间台北霞海城隍庙。那我们一同前往到成立大会吧。小心电梯哦，我们里面请。
要做好面向。演员们要进来，前面还有个位置，前面还有个位置，坐一下。好好好。演员要录电影，演员要进来吗？好。哎，你们要在演车夫还是车夫在前面？蹲车吧。在后面那边还有个位置，后面有个位置。好，看这边哦。三、二、一，再一张。三。二一，戴一下，哎，这个帽子，好，再一次，三，二一，等一下。